你哋想我点样回应呢？玩噶，覺得小華有一種美，不是外表的美，外在美，而且越看越美啦。第二個就啱啦，絕對是外在美，即係嗰個內涵嗰啲人都知啦嚇。即係希望大家特別注重個外表上面嘅努力嚇。小華有魅力，我知道啦。小華主持做得越來越好嚇、啊，我以為我起點好高嘅添。唉，好啦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，希望大家即係都繼續支持埋我放得開，同埋即係唔好踩我哋其他主持啊嚇。嘉盈肥嘟嘟好 Q， 好想搣佢块面珠灯。呢、這个我好欣赏嘅呢个意见，因为佢全部都系政治嚟嘅，即系佢写嗰啲粤语全部都系政治，包括肥嘟嘟同埋面珠灯都系政治嚟嘅。好中意嘉盈，有个性又坦率。我好坦率嘛，我已經有好多嘢都冇講噶咯，喺度我好冇個性噶，個節目叫我講乜我就講乜噶。就是讲我哋因父之名嗰集，米哈由第一辑嘅缅甸变成现在嘅挥洒自如，真的很厉害。你哋想我点样回应呢？我会努力咁样去，即系本住初心咧，做翻嗰个缅甸嘅效果俾大家嘅，等大家睇得开心啲。OK， 今次主题非常有趣，讲呢个禁色三岛由纪夫。大家都讲得好精彩，深入浅出，米哈带 flow 带得好好，期待做更多日本文学嘅题材。其实好多嘅嘉宾都想讲更多日本文学，尤其现代主义嘅文学。咁所以新一季记得留意我哋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。